立正，行礼，请坐。啊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经过三天的讲习，我相信每一个同心，哦，就是咱昨日咧讲学员，今日应该变同心啊，大家拢应该认同咱这个咱的训练营啊，咱演习营内底各位讲师所讲的有关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、台湾的历史，哦。以及其他种种的代志啊，我相信每一个人从今以后，你看报纸的时，就会较了解，原来报纸内底所写的，真侪拢无清无楚，混淆是非的代志。我个人的经验，我伫来这个所在以前，来参加咱的台湾民政府以前，我心中定定有一个疑问，迄、那个疑问就是讲，迄、那个疑问就是讲，中华民国现在占台湾占遐久，拢唔走，哦，到这个所在，甲咱吞到很久，是安怎？咱拢乖乖去学安尼，认字啊，拢无要紧。啊，过去咱讲独立运动，那拢未成功。啊，民主化改革是安那无多，甲台湾人的地位提升，甲中国流亡难民共款。啊，然后所谓的正名制宪，敢有啥物路用？过去还未来这个所在的时阵，我是对李登辉前总统，对1970年以来甲这当阵，12年前我嘛是对过这个李秀莲，不管是跟随伫李登辉身边，或者是伫李秀莲身边，我接触到足济的政治人物，但是因的论述、因的说辞啊、因的主张，拢完全无法度来予咱的台湾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。我感觉足懊恼，最后的奋斗。就是2008年到2009年五月中间，讲要来组一个第三政党，看会当来解决头前所讲者有关不公平、无正义的代志。但是事后证明嘛是无可能。就好佳哉，我伫2009年的九月第一遍，甲咱的秘书长见面，甲何瑞仁见面。我终于了解讲，干那这条路，吼、哦，透过法理论述，透过这个法律的诉讼，咱才有可能走出这个阴霾，走出这个黑暗地来，走出这个黑暗路。不过咱真可惜，就是讲咱面对的，要做这个改革，要做这个运动的时阵，咱面对的是真恶劣的这个环境，是非常恶劣的环境。第一点就是讲，中华民国国民党控制下的这个媒体、电视、报纸，拢无要报道咱所有的活动。不但是安尼，你讲伊都是一个啥？伊是一个代理军事占领的单位。伊来甲咱领地，自从1945年10月25日以后，就来甲咱欺骗，哦，就来甲咱剥削，哦。就来把我们剥夺我们知的权利，跟现在要同样，我们完全没有知的权利，也没有拒绝不公平正义的事情的权利，这样就没关系。立赢的人呢，我们看这么多立赢的人，所以台独联盟啦，民主进步党啦，台联啦，跟李登辉以及李登辉手下这么多单位啦，都拒绝来了解我们这个论述，这是非常可惜的所在，不但要来拒绝咱的论述，同时嘛，拢伫外口放谣言，讲咱咧共骗食骗啉啊！各位，你有讲
咱敢有咧共骗食骗啉？咱若要共骗食骗啉，绝对是骗你五六千块，骗你一千块的迄个申请 ID 的经费。若无几万、几千万，咱无必要共骗食骗啉，啊，迄嘛无价值。若毋是几若亿、几若十亿、几若千亿，咱无必要共骗食骗啉，伊是失去咱的人格。我相信伫这个所在的人，以及咱过去坐伫这个所在的人，拢绝对人格非常高尚的人，是毋是？咱就是我共骗食骗啉，咱只系伫这个所在，大家认真拍拼，拢家己掏腰包出来。我对两千块安尼九月七日参加这个组织以后，我甲秘书长讲，咱绝对无伫外口募款，咱家己本身咱会员，咱接受会员的捐款。但是捐款是限制在30万以内啊，就是咱足困难的时阵，咱会当去借钱尔尔啦。啊，借钱是一定爱行的，哦。所以这个情形之下，咱到目前为止已经渐渐行出咱的路来，所以咱甚至爱阁继续坚持落。我认为，即几冬内底，即一冬两冬内底啊，咱就会看到真好的成果出来。我相信。这边大家来真有福气，咱已经知影讲美国派一个伊的人马来这个所在，要来甲咱帮战，一直到11月伊才要离开。所以这是咱真大的资产，伊来了解咱的状况，了解咱的困难，咱一定爱要求伊甲咱反映，互美国了解讲，咱这年啊拍拼，拢一点一滴，拢对咱落地啊提出来。会使讲，大家足坚持咱的立场，坚持咱的作风。这款的精神，就是咱台湾精神。本土台湾人会使讲真硬气、硬气、硬气的这款的一部分，咱一定要坚持落去。我相信大家吼，在这个精神感召之下啦，一定跟咱徛做伙，认真来打拼。三江的江西，三江的演习。可能大家拢甲我感觉有感想，像头先咱秘书长讲遮济话，拢是语重深长，哦，会使讲足用心去思考，才讲出即款嘞肺腑之言啦。我今仔日要第一宣读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是前《自由时报》写的，李明勇啦吼，伊是讲诗人啦吼，伊《自由时报》有一个。铿锵集啊，哦，一个方块哈。伊、哦、这个题目叫做“病派的国家，帮派的国家，大崩坏”啦。你批评你讲这个，杨志良最近不是写一本书，哦，过去迄个卫生署长，中华民国卫生署长啊，马政府这个卫生署长啊，哦，伊那像我那真大的嘴巴，啊，伊写一本书讲，哎，台湾是一个。大崩坏的社会，哦，啊，然后这个李明勇这个诗人，伊就写一个崩坏国家。我想要念给大家听，去想看嘛。你伫看这篇文章的时候，你安那感想？你伫了解新闻以前，你可能相信伊所讲的，一切拢是对的啊。但你来这上课了，你会感觉，这内底足侪暧昧不明的东西啦。我简单读给大家听，因为吼，病歹国家、迷乱时代、悲情的导师，是1992年李明勇系列三本册哦，前卫出版的册名。无想讲过20年以后，大病歹、大崩坏哦，是杨志良这个人来描述台湾的册名哦。用帮啦吼，帮派吼，帮就是崩塌的意思啦吼，是物理性的现象啊。派是化学性的现象啊，是腐败的意思哦。安尼表示讲，台湾这个社会已经哦，物理上是崩塌塌陷了吼，啊，化学上是腐败，完全腐败去啊。啊，但伊无讲到底是虾米人让咱台湾变腐败？是好，什么人让咱台湾变崩坏、崩塌、塌陷？哦，伊无讲吼，用吼，这个物件分别意味着讲台湾的政治甲文化的病症啊、病症哦，因为到讲
中国国民党为中国国民党效害效劳的这个人啊，杨志良啊，啊，会用这个大病派来形容这款的中国统治的国家。我听看这個国家，我也怪怪了吼。哦，伊讲这个国家唔干那是讲病派尔，而且是大病帮派安尼啦吼。伊讲安尼是台湾要救嘛？哦，这点同我咱来介绍，台湾要救嘛？吼，过来。过来讲，台湾帮派的病例的根源是中国国民党党国化的统治，建立伫欺骗的条件上的党国。中华民国是一个一再被提示是一个虚构啦吼，伊讲虚讲的吼，虚构的诶所在啦吼，残余啦吼，或者是吼他者的性质的中国，并不是真实的台湾国家。中国国民党劫持这个国家，哦，流亡到台湾，应该是讲劫持这个中华民国流亡到台湾，哦，只想要垄断，哈，这个台湾安尼应该是台湾，应该下一个国家，哈，伊讲以前咧反共为民的时阵是安尼做，即摆咧亲共嘛是安尼做，然后伊就讲哈，讲蒋国蒋经国哈。哦，可能曾经想要物资来给中华民国留在台湾，哦，当然哦，真明显嘛，吼，蒋经国一直要甲将中华民国留伫台湾。伊讲李登辉嘛想要甲中华民国安那呢留伫台湾，但是伊讲吼，蒋经国想要做已经来不及啊，伊若来不及，伊早都安尼做啊，哦，做甲伊死啊，哦，李登辉虽然有心。但是力不从心啊！阿扁啊，诶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其实是为中华民国的存在论来讲的。哦，中华民国爱存在台湾哦，吼。伊讲啊，这个条件应该是民主化改革，和台湾、中华民国行到什么所在？行到中华民国是民亡，台湾是实存。吼，本来伫咱论述内底，中华民国已经无存在。台湾是实在存在的一个单位，吼，这唔免阁讲伊个名亡实存的问题啦，吼。马英九的一国两制论啊，吼，透着这个中国的这个辅助啦，吼。伊讲中华民国不得超生啦，吼，一直要甲中国，所谓中国在中华民国统治下的所在啊，来向中国来倾斜呢，吼。伊讲吼，一个离开中国六十几年的流亡政权，甲革伊个命，个新中国，哦，新中国同共产党迄边个中国，一直咧双方个宪法内底互相领有对方个领土，领有对方个国土，哦，这是不像话个，啊，即台湾人要咧想讲，咱台湾人佮成伊个安尼吼，伫咱论述内底，中国人个代志佮咱无关个，即个所在咱来厘清啥物所在是。中华民国是干咧拥有金门、马祖，并无台湾。伫咱论述内底，咱一直在强调讲，伊并无拥有台湾。中华民国并无拥有台湾，伊是干咧有金门、马祖尔俩。所以最后伊讲的一国两区是中国大陆迄个区，甲金门、马祖这个区，甲咱台湾完全无关系。哎，安尼讲才对。哦，咱安尼想，安尼讲。所以这里。李明亮这个吼文章写足济吼，但是观念上吼，就是无来遮上过，所以无真清楚。吼，伊讲中国国民党本来会当伫李登辉结束着动员戡乱时期的善意，吼，动员戡乱时期的善意吼，甲中国形成一个特殊的国甲国的关系，并且重新来思考伊伫台湾的国家条件。哦，安尼咱咪死了了，你知？吼。所以这嘛拢唔对啦，唔对论述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伊那个台湾当作流亡政权的殖民地，甲台湾假死死，吼、哦。伊讲这块台，中华民国是对台湾是安尼吼。这种中国权力的便利，都是台湾大帮派的便利所在。冷静革命的台湾民主化的阳光，伫阿扁啊之后，马英九政权就已经暗淡了，无真实的国家。个无去追求真实的国家，就无真实的国家目标，无真实的、无真正的国家目标。这个金玉其表，
吼，虚假国度的人民啊，吼，伫政治的欺迄个欺骗中间啊，是有一个相对重的相对剥夺感，甲相互破坏的可能性，所以一步一步都行对大帮派的路。哇！啊，我安尼看，我煞感觉我看无咧，灰落落咧。啊，这就是无啥，无咱的伫这个所在上过法理论述。咱若甲上过法理论述，咱也知影讲这内底足侪矛盾的所在。但是这个矛盾的所在，出自一个读真侪册，一个文人，一个民进党的文大文坛，吼，安尼是咱感觉足懊恼。我是看啊足懊恼，所以我无啥爱过看自由时报，就是三国时啊，讲啊都无聊，甲提起来看看先咯。无几篇文章会看，特别伊个啥，伊个自由广场，自由广场顶一篇顶外一篇文章个先啦。哦，加稿费来呢，毋知800块啊，900块。我讲，我甲建议我讲吼，贵报应该是用较大个眼光，用较大个视野去看到世界各国现处时的整个的变化伫倒位，看到台湾的未来光明的前途伫倒位，毋是干呐一直伫遮咧。配马英九，啊！伫这个所在，伫中华民国这个范围内底，没有办法逃出这个范围。甲咱足侪绿营的人民吼，拢啊骗个团团转。我讲这内底恁足侪文章拢是，会使讲矛盾百出啊。所以你应该甲这个广场啊的言论看尺度放较宽咧，容纳无共。观点的人，用在这个绿营内底无共团体的观点甲思想入去内底，你才有可能改变整个这个台湾嘛。因为恁是报社嘛，爱引导咱所有人民向前吼、哦、超前来看这个社会，看这个国家未来的前途啊。但是无加回避，无加回避。所以咱个看哦，我相信各位伫这两三天内底吼，已经足有心得了。咱咧认识着讲。台湾今仔日，若像张萨凯讲的，伊讲的吼，甲我所看到足密切关的。安怎讲？我那个社区足老太太，塞一个破车，暗时啊八九点、加十点、十一、二点，还伫遐咧捡鱼纸，捡鱼纸。所以我若有一寡吼，我爱纸我拢留咧。啊，等你老太太来，我就回，我甲伊聊天，伊讲伊吼安尼捡。努力做工课啊，一工啊会当车赚300块，两三百块。因为因先生破病，啊囡仔无出团，所以伊就爱靠这来捡鱼纸来赚食。啊伊嘛无啥工，伊脚阁行路阁一摆一摆，所以我阮太太拢尽量甲伊斗捡，啊捡呐有够额就怎啊，伊若来拢回。啊毋是干呐这哩尔，真侪人咧捡。哦，我讲你若无爱去研究院捡。伊讲研究院吼，会足济一般袂叮当啊。研究院一个姓陈的老先生，伊拢用尼亚卡咧载，吼、哦。你啊看，这老太太、老先生，拢是咱本土台湾人，欧医生、欧巴桑。咱个想看卖，王冠英较早咧捡字纸，咧省学生报纸甲写甲遮大篇，迄是40几年前、50年前的代志。即摆。到处所看的，无一个中国流亡难民伫遐咧捡鱼纸，大家拢过啊足好过。昨昏开咧演讲中间，我就想，哇，坐伫青仔卡咧行棋的，拢中国流亡难民；伫咧纳凉的聊天的，吼、哦，拢是中国流亡难民的，或者啥物老乌啊，有诶无，还是后代。啊，因伫遐咧纳凉聊天行棋，啊，咱人是伫遐拍拼、流汗、流血。做田的做到要死的，做工做到要死的，捡鱼纸捡到要死的，一天赚偌济？赚300块、500块、1000块，安尼度日子。所以这个社会形成这样不公平的所在，杨志良是凭什么话、凭什么心来讲今仔台湾是大崩坏？伊毋是讲伊政府的政策唔对，伊干讲咱台湾人无好，才大崩坏。伊若歹讲中国文化足歹，咱本来是真正的文明的社会。在1945年8月15日甲10月2日70天的中间，唔免警察，秩序井然，无贼啦，无抢劫，无杀人。
这款的文明在世界各国找不到。但是是在1945年10月25日以来，60几年后，让你中华民国来统治，用中国文化的这个所在霸占台湾的时候，67年以后，今仔台湾乱到这个所在，乱到这个情形，你若无做检讨，这个帮派是什么人来个帮派？是中国国民党来个帮派，不是咱本身歹在帮派去啊。咱上一代大家拢克勤克俭，老老实实。我老爸人叫伊老实的。我最近寄一篇文章给孙来上看，我咧讲，我咧纪念我的老爸。我老爸较艰苦袂呢，较无钱袂呢，已经米安啊空空的时吼，伊甲帮忙，伊也超接手过，伊是跌打损伤的行家啦。我若讲家家，我讲本来就汉医，佮跌打损伤，滚头师傅。厝边头尾也是讲，床头床尾闹人叫受伤着，也是讲骨头断，也是安怎闹着，啊，拢来互阮老爸仔看，互阮阿公看，互阮阿伯看。我阵足细汉的时阵，有一个囡仔去摔倒，哦，啊，就来阮老爸超接，啊，甲我就爱去买药啊，甲顾，我爱去街路甲买药啊来调酒啊，甲顾，吊高啦，甲顾顾较好，顾骨啊钙骨，上少都要顾一两个月啊，顾个外月啊，好去了时呐。迄、那个爸爸妈妈包一个红包，讲这20块，甲你说多谢。20块都会当买一兜米油，米红个现着空空啊哦。我那边讲唔免，你着爱买一包新农行个粉2.5块都好。哦，我那边安尼，跟我讲，那像我都唔免去收这20块。我个规定，我个原则就是绝对坚持，每一个人来华帮忙，我拢是2.5块一包粉尔尔。伊都无接收20块呢。米安是还是空空啊呢？我甲阮老母是点点啦，但细伊啊哦，还是阮老爸细伊啊哦，我都家己啊呢，哈啊米安都空空啊，现在无米通食，用都无米通食，人包一块来，你佫卖，你家刚刚要摕一包分食，该吵架呢，吵翻天呢。你看这日本教育的精神，伊宁可讲哦，我坚持这个原则，我这个原则就是要每一个人来华帮忙，拢是2.5块尔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比较虽然空空，我宁可用旧米来吃啦，宁可用虾米来吃啦，吼、哦！我明仔载过去打拼，一定赚到吃啦。所以我唔免甲你收这20块啦，刚刚买2.5块尔啦。我一篇文章写讲，阮老爸这款精神，就是咱台湾的精神。我嘛甲孙来讲，我继续这个精神，咱一点一滴家己打拼，就是爱认真努力以赴。我相信咱每一个同心啦，这款精神啦，咱一定成功，是无？多谢大家，谢谢。起立。立正。行嘞。各位同心吼，把椅啊举喺桌顶吼，啊，要变数的进去，啊，等下。